咱第一阶段的节目，到这要来过一个段落。咱休困五分钟了，伫四点啊三十七分的时阵，请各位朋友倒来坐位，咱要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。咱即摆来休困。伫1980年，就是尤贵先生伫战后第一摆会当出国，伊应爱我。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邀请去美国的时阵，因伫加州有来接待尤贵先生。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人伫美国所成立一个北美洲台湾文学研究会，嘛拄啊成立无偌久。林心弟嘛是迄个研究会成员。伫咧欢迎尤贵先生的时阵，伊伫迄个所在来唱一条伊家己所做的。家己写的曲，家己写的词，纪念杨贵的《夜不眠的玫瑰花》哈，就是《春光关不住》这条歌哈。所以，咱真欢喜，伫拄啊回来，要来台湾新人去任教两年的时阵，伫海外，林心弟先生嘛足关心人权运动、社会运动，有真久的时间，伊嘛是乌名单的一类，会当回来。咱即马真欢迎伊，也真欢迎伊倒来台湾，甲咱斗阵，也真欢迎伊会当来甲咱唱这条《夜不眠的玫瑰花》哦。